好，来看到好小子林书豪，他自己也蛮爱吃的，是个大胃王，吃东西呢也很豪迈。网络上呢出现了林书豪最新的影片，刚打完球的他跟队员呢喜欢一起吃美式的汉堡，而且大胃王的他呢把队员的那一份餐点也吃掉了，还大喊说不够吃。一口薯条，一口汉堡，味道不够再加点番茄酱，用力咬下大汉堡，真的好满足。这是林书豪比赛后最爱的素食大餐。My go-to is two double doubles with grilled onions, animal style fries, and then usually my friends get fries from whoever I'm with, and then I steal their leftovers.刚比完赛饿过头，朋友贴心加料还不够，身高191公分的林书豪胃口也很大，就像无底洞。而林书豪虽然喜欢吃美式料理，不过他更爱道地的台湾小吃。白米加肉丝酱油，在锅里快速炒一下，连林书豪也动尾雕的肉丝炒饭上桌，还有超级家常菜菜波棱也是林书豪最爱。但是这样还不够，不管是美式素食还是台湾小吃，只要是林书豪的菜通通来也没问题。真相台北综合报道。